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我要跟你姐夫吃饭，不知道穿什么才好。这我姐姐穿什么都好看。哎呀，着急死我了。这件呢？啊，你看看。姐，有的时候啊，想事情不要用这儿去想，用这儿。童小姐，我考虑后决定听从你的建议，增加一个婴儿房。你还有什么其他好的提议吗？吃辣的。哎，给。哎，你不能吃这个。素的也不能吃啊。孕妇不能吃海带，我看过资料的。哎，来，吃这个吧。嗯。什么？好了。什么？嗯。很辣。来来来来来，吃这个。说是带我来吃好吃的，又不让我吃辣酱，怎么吃得香啊？是你说要吃火锅的。是啊，月英都说不行了，你说你一定要吃火锅。我，你现在是孕妇，不好跟你较劲。对啊，怕你动了胎气啊。要不你饿着吧。如果你表现好的话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吃。嗯，那我就表现好点，你们带我去其他地方吃好不好？服务员，买单。穆太太，孟先生已经到了，这边请。二位，可以准备上头盘了吗？还是稍等一会儿？可以上了。好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有。是我来早了。你不介意在这吃饭吧？不介意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里的确是很有纪念价值的。可惜啊，对于我们两个来说，有纪念价值的地方只有这儿。我今天这个衣服你喜欢吗？很漂亮。我本来想穿得朴素一点，像那位童小姐那样。我想你大概喜欢那种类型的，可是我发现那就不是我了，我也不愿意变成别人，所以就穿成最真实的我来见你。这样很好。你呢？没话对我说了吗？等我们吃完再说吧。边吃边说嘛。你呢？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？我想说，其
实是我不够关心你，我不知道你需要些什么，我以为给了你一切就行了，可是我发现我还不是很了解你。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们忘掉过去，从头开始。我很感谢你在董事会上投了我一票。谢什么？你是我老公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来欺负你，这是我想做的，也是我应该做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由衷的感激你。我今天只能用真诚相对，用最真心的话作为答谢。你还是很年轻，还是很漂亮。如果你肯离婚，我保证你会马上找到一个真心爱你、真心对你好的男人，不用再这样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伤害你，我是真心的对你好，不值得，真的不值得。离婚以后，我会对外面发表声明，是我当不了一个好丈夫，是我达不到你的要求。我曾经很多次试过要挽回，但是最后我还是只能答应你离婚的要求。永飞，你现在就走。什么事情啊？我有一个同学最新的消息。你说。同学怀孕了。她怀的是你老公的孩子。童小姐，进来吧。我不进来了，不好意思打扰你，我把东西交给你，我就走了。进来吧，进来坐一会儿，喝杯茶再走。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就算陪陪我。
那好吧。童小姐，换双拖鞋吧。我去泡茶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坐一会儿就走了。请你帮我把这张卡还给莫先生，你跟他说这里面是60万，是卖掉戒指的钱，他会明白的。莫先生把其他人都遣散了，只留下我和老马，很可能他以后都不会回这里了。我知道您很不想回这里，我应该去见您的。不过莫先生走了也没说几时回来，老马请了几天假回家去看孩子了，偏偏香秀又病了，没人照顾可爱，我走不开呀。他没有把你和老马都遣散，可能还会回来吧。还回来做什么呀，你都不在这儿了。是莫先生啊！莫先生，门怎么打不开了？哦，我从里面反锁了。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啊。莫先生，家里有客人来过？没有啊。我想看电视。哦。我去给您泡壶茶吧。于是他寻找适当的位置埋伏下来，静静的等待出手机会。对于全世界最大的蛇来说，最好的猎物。平时一回来就直接到楼上去换衣服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坐在客厅看电视。丁管家，快躲起来，快点快点。丁管家，哎，莫先生，你不是说给我泡茶吗？是，我正在泡茶。哎，莫先生，您先上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怎么了？我没事。真的没事？我抖成这样还说没事？莫先生，是我不好，别怪他。莫先生，对不起。不关丁管家的事，是我求他让我躲起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还钱。如果真的不想我知道你来过的话，就不要故意把东西放在茶几上。我是来还卖掉戒指那60万的，这个是你给我的附属卡，我把60万存进去了，连附属卡一并还给你。你吃饭了吗？
如果没吃的话，我帮你做吧。童小姐，我先出去了。先生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去忙吧。是。你说什么？你跟我说你去还钱，我才让你去找他的。你现在还去帮他做饭？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。你别告诉我你对他还有感情。他是个魔鬼。他是个魔鬼，可是他也是孩子的爸爸。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没打算做什么，我只是……这孩子不会再有爸。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他爸爸是谁。我只是……或者……我只是想让孩子见爸爸最后一眼，陪他爸爸吃最后一顿饭。你就说我犯傻了，我只是为这个孩子感到难过。童小姐，没想到您竟然肯留下来。我也没想到他不赶我走。莫先生。哦，我来倒杯水。我来给您倒吧，您先。童小姐，您在这里吃过了再走吧。怎么突然间给我做饭呢？还是担心我会去告发你舅舅？希望我把罪证还给你是吧？不是。你要想对付我舅舅，你总会有办法的。就当是我对你的感激，感激你放过我，放过我舅舅，还有那60万，你也从来没有向我们讨回，是我们自愿还给你的。就是这样。你可以走了。
孩子，你再看最后一眼吧。今生今世，我们都不会再回来了。